准备还有两名，别再练牌了。但我觉得总有机会牌的。着陆喽！啊，要这样的一窝脸吗？我还想去把这个眼牌了，算了，我觉得不能这么贪。怎么还有闪现啊？好了，打完一团还有闪，难受。不过他没有要的。啊，平常时也没有。拿下他直接爆炸，各位放了剑剑吃不，两片吃不到三米了，他直接炸爆炸了。那我们的下路好像也炸了呀，各位。不过这一盘对面是脆皮阵容，我觉得我是能发挥一下的。别走了，把每颗兵都推起来。接下来踩一下 A W 剑心，买药。拉出来。让他着急啊！他回家的话，这里得亏兵，反正。我靠！你想扎我？怎么？AD 没走干嘛呢？他已经亏线了，现在三连打五级，有点奇怪了这个人。我走了。换了也行啊。哦吼，完了，闪现躲了他的 Q。 你受不受得了？这是没回吗？怎么没买装备啊？人机拉开还很重要的。换了一个，来魔抗了，最好别让他走。走了呀，走了呀，那辅助也没闪现了。
我拿了两个头可以了。南京还没死，加速了，我靠！哎，我们南京有加速。Nice， 这波浪费他们大部分的时间。用路灯吧，不着急的。你再吃一层，行吧？我准备了，出来就上吧。还是不谈，我进行了吧。这么自信吗？带走！我都没看到他引魔刀，我靠！还行，我这边看他引魔刀，我是不会上的。但推电大的还要多看装备栏，这波确保我就没看，说实话有点大意了。啊，意外收获。打得很顺的好。怎么说，等十块钱。不过他做引魔刀，他这个装备很多了，而且他做引魔刀我们这边男枪五星他可能打不了，很懦弱，他很难玩。正常来说扛不住他们的水。老炮有海妖呀，这个打这么快啊，他越了怎么样，那个没闪现的。哇，我这个E也没E到他，难受，我已经预判了一下他这个E小兵的位置了，没踩到。哎，没踩到呀。找不到，哎，男枪都去野区了，这不是坏了吗？大刀也不红，你再吃一波呀，哥们，你吃一波没关系的，这样都不会亏。现在换我要亏一波线的，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不会亏。我最近打的全是逆风局啊。虽然说逆风局看起来观赏性更高一点，但是人会累的。
哟，这边死吗？没事哥们，我来垫后。鲨鱼啊，今天吃个午餐。艾瑞利亚，他这个立大功呀，倒没杀到他，如果不出这个肯定会死的。初级者吗？产品这个装备，不做神话装，以魔大家速度。这怎么整？肯定我去抓，要被逮啊！注意！应该都是野，哎，我不好操作这波，说实话。杀了，除非第一时间开出来杀了夺落的台，没躲掉。小龙刷了。他们其实有点菜刀，我只要把暴你秒了，但现在秒不了。对面这 AD 都能转起来吗？这萨米拉都能转起来啊，哇！那个沙漏先交极限一点。这个问号。一个亿护白兵全清了，这一波杀了暴女就起飞了，各位。耐心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一个合格的猎手，他绝对有是很有耐心的。你们懂吗？看到没，这就是耐心，各位，抓死没？啊，抓死没，各位？别让他爆你的七百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就到你前面去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有点疼呀，开沙漏，反正回家要换表知道吗？这个沙漏就开了吧，我怕被他一个 AQ 杀了，不太稳。可以买个烟，然后先去上。
肯定是不敌的呀。现在当面遇到我就得死吗？他不是我对手。妙。这就算了吧，他后面是有人的，我们直接上的话很危险。赶紧，我这边要来一起来，我怎么也赢不到啊。我操，他没 P 出蓝梦的图，完了，我还做法的梦嘛，全是魔抗，法的梦嘛，各位，这不行，咱先不交就好了。他们应该会做大影魔刀，就小炮可能会直接大影魔刀了。装备魔抗做起来了呀，可惜我有小法穿。干脆直接三下塔算了，怎么看到人你怎么还要这样进去啊，感觉我历史也不一样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哇操！都说怎么进就死了。来杀！和平。暴虐战，但肯定打不了了。永不动摇。这把能赢吗？小炮有点装了啊，跳脸。装备连续两次，哎，也很快节奏了。要
还有七个，给你。 因为我们响应得这个主动进攻呀，大一魔刀，钥匙，快点的，手拉一下，不急，开始，来拆小矿，nice。 打不了呀，我们没打野，打得很慢呢。必死，带球，再拿仙冠了，方女啊！干练的一，我操，加油！ 和那个下路 up， 反正不管怎么打，先开断塔前面的就行，先后面的赢不了，先后面的赢不了。给他闪现拉开，残血，我别烫死我。 我给连舵手是不是没拉到人呀？哎，被暴虐闪现咬了，我操！专注，可惜了。别怕。 杀戮，开杀戮！杀戮，打开，还死了。但是这波应该能赢，各位。好好好，劈他劈他。还行。极限了呀！ 我们在下路的时候一起来加把辅助换掉，刚才被崩了一下，不然凯旋这个回头我可能不会死。好可惜吧。感觉能等我吗？ 再来300块，这给我锁了个链子呀，辅助。和平。
来吧。放女妖做女妖，哎，刀兵应该死了吧？可以。进入我们的节奏，直接去团吧。专注。太沙漏看不出来，完了，直接被控到死，我操，没到我的全准时期，没到我的全准时期，落手也得死啊，落手一个人手有点浪了，专注，够了，决一死弹了，但乍一看没有我能秒的，我能秒辅助，但他给我绑了个这个，其他设备都是魔抗，打拉扯，永不动摇。可能打拉扯的吧，全魔抗啊，两个大影魔刀，一个女妖，这个默认假修加锁链，其实我感觉他锁链我也能干到，哎，这落空好恶心啊，是吧，我只能把他打残了，哎，吃不了这个控制，吃到不死也残，是一波乱，可惜，嗯，走吧走吧。